阿嬷无伫厝内底时阵，替伊整理一下，那无伊一个人哦，爱做遐尼济代志，伤过辛苦啊啦。随身碟交出来！我甲恁两个讲过啊，物件无伫我遮。蚊子已经超过你的身躯啊，证据确实无伫你的身躯，那呢一定是去予你藏起来。喂，你上好老实讲，你到底把物件藏伫倒位？那无王一林对付阮的手段，就加倍用伫你的身躯顶哦。这么重要的证据，我不可能交给你两个啊！就算你两个要用什么手段对付我，都逃不过法律的制裁。你真正无受到教训，拢唔知影惊呢？包括无用规包，你连巴肚都枵的，蚊子，要吃水饺无？好啊。开来啦！即马放假呢，学校根本就无人啊。那无，我哪有可能才伊来吃？哦，有够无胆！先给伊一条仔水啊，等下再甲问。王贤志，我袂当放弃。奇怪，啊，朱晴天游泳不是就厉害，伊哪会无起来？喂，你较细腻个啦，无你开是要骗咱落水，我着看伊有外高，会使进几进外久，咱着伫遮看水饺浮起来就好。喂，即摆内底还袂开放，你是安怎走入来？管理员哪会搁伫个啊？那是予林仔着害啊！紧走，紧走。哎，慢走啊！大学毕业了后，去找一个好的查甫人嫁，啊，让伊疼惜你，照顾你一世人，安尼阿妈才会放心，知影无？放心，我没安怎，你紧走，我会想办法，会叫你回来。不管是对阿嬷，还是对依林，我都是有啊，是的。啊！啊！
我竟然无死，那阿娘，游泳池，我不是跋落海啊，哪会走来游泳池？是谁找我来？流程啊，哪拢袂听啊？佮有佮这孙，啊，这是啥子啊？这不是外甥？啊，进过来，进过来，进过来，啊，哪的？我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领导摸唔着，哪呢？这不是我的声音，是晴天的声音。好，那变成晴天了。现在到底有什么情形啊？晴天竟然无带手机啊！也无回去找，不知道他有没有顺利把 USB 拿去警察局了。这到底是怎样？我叫是自己去冒名，结果煞活过来。不过是怎样我会变成晴天？哪会呢晴天呢？哎呀，走去哪里啊？我现在是要找谁讲这个事情啊？晴天，晴天，晴天，我的叫你，你无听到？你不是真爱同学？你哪安尼叫我？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那规身躯冻到冻啊？晴天，你怎样了？我一头就疼。啊，头疼。我哪里？我想爱你那边，来来。袂听，啊！不过我哪会有晴天的记忆啊？最后看到伊的画面，阁是安怎？陈中信，你这个害死我的凶手，竟然敢出现伫我面头前！陈中信，你是恶鬼，你竟然阁敢出现伫遐！哎，晴天，晴天，是你？你真正有够恶毒的！晴天，你赶紧出来啦！山上那边两米就离开啊，莫再激动啊！歹心道行的灵魂的凶手，你已经想不到会再看到我哦，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
我是无咧惊你啦。以后我若是看到你一遍，我就拍你一遍。齐天，你咧创啥啊？伊就是惊遐镜头搁举起来啦。拢你害啦，搁徛遮创啊，出去啦！出去啊！哎呦！出去！哦，出去的！哎呦，今天啦，别惊啦，阿妈给派人赶走啊吼，你冷静哦。嗯，其实我不是朱晴天，我是罗安。你别阿姨。你老命回来嘞！罗，来，奶奶啦！哦，哦，让我来偷你妈了，我老命回来。啊，今麦有较好无？一定是哦，你最近是过操劳啦，爱烦恼校长的代志，搁爱烦恼亲人的代志，所以才安尼。歹势啦。我知影你即摆人无爽快，啊，不过有一件代志，我一定爱讲。其实晴天伊已经，哎，出来，出来，来来来来，给您醉，多谢你。晴天，你才几工无转来尔？你都袂记得出来的水放倒位啊？因为这不是阮家啊。你在讲啥？其实拄才伫咧外口，我就想要甲你讲啊。晴天伊已经……嘿啦，你好紧啊无？无代志啦，无代志啦。啊，是讲拄到我这种祸从天降的代志，我真正有够衰。好势啦，你讲冷的螺丝当时冷起我，我也无注意到。行哦，再紧叫个水电来锁安，啊无危险，危险。唔免啦，我替恁整起啦，水电钱先开。你晓？嗯。无麻烦你啊。嗯。我拜托恁两个，一定要听我讲啊，这件代志足重要诶。什么代志足重要呀？我不是朱晴。哪里人？我唔敢再笑你，我的老会老弟啊！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！今日到底是安怎哈？连另外人强强无爽快，啊，连你嘛受灾哟。我是安怎？哪会敢那有物件跌伫我的胸口？还佫有丽萍阿姨佮王依林嘛同款。哪会我只要讲出事实，因着人无爽快，甚至会有危险。敢讲这是触犯天机，所以只要我想要讲出事实，迄个人就会受到伤害，甚至连我家己嘛同款。